日孙崔成的是何小欢呐、啊！王爷请，夫人Thank you.
满朝文武与副部将士具有受诏受命来与王爷拜寿。官话不去，首长首相受命回回是，请六位大人到国廷饮酒。遵命。众将儿有，万岁威武，到县厅迎接宾客去。
乃是东宫太子前来与本妖王爷白首卖了啊！东宫太子前来白首，公主，大胆你今日真可能，当年你闹得好，在你如今你如此，自然过于公主。太近了，今日不把手来搬，苍天不打小国门，不是生小鬼不算，要想见人去问问看，来在不门抬头看，红灯照挂宫门外，娘姐驸马爷，哼，驸马爷
知道你
太子。太子怎样？他前来拜寿，忠厚礼。那他定是奉了父皇的旨意，不得不来。赵王，你记住，他是奉了父皇之意，不得不来。看讲起来，父皇他，父皇怎样？他虽不能前去拜寿，也要送上一份厚礼，何况是你呀？我又怎样？你是汾阳万里二媳，难怪的妻子。
小光哎，定然不听。那一个三来多对呀、啊。
我儿不用啼哭，慢慢地将来。是啊，慢慢地将来。Thank you.
你是对我好言讲，父王，我是不爱听你的话，往下斩。他是在
但他是浑身上下上下浑身。是轻伤啊，还是重伤？啊，光儿说是有伤，可我也未曾看见。哎，若我大年纪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。起来，这大堂
这大唐江山乃是他国家父子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正下来的。这些老爷留下的。正下的。留下的。正下的。留下的。留下的。怎么？你还要说是留下的？是留下的吗？好，哪怕留你的母后，你去对你母后演讲，不枉我是不爱听你的话，王下丹。Thank you.
you
见得不到，父王要安歇去了。那驸马之事呢？今日到朝，自有发怒。我、哦，你是怎样发怒？哎呀，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呀！本是天下第一冷。
老臣光是一见家，臣罪该万死。
王万岁，驸马听臣。王万岁，儿臣欢迎单骑奏万岁。你且到府上。龙奏，儿臣自与公主婚配以来，宫内高过红灯，方能进宫。进宫之后，先行君臣大礼，然后夫妻。然后夫妻才能续判，自判处以来，夫妻之间恐无此法度。听奴才之言，难道说你们君臣大礼，你也敢违抗吗？还敢不敢？好，吾王将旨，从今往后，将这宫门的红灯与君臣大礼一概免去了。免去了，免去了，谢万岁，听臣。皇兄，啊，皇兄，万岁，皇兄，驸马刘丹国王，皇兄暂请回府，明日命公主前往汾阳王府谢罪赔礼。臣接奏万岁。我乃年幼无知，老臣要下殿教训他几句。好，国王回宫等候，上司命驸马来见。臣遵旨。驸马爷进宫，我儿速去遵命。送爹爹，爷。当场大礼
点上一个合不利，那就和好了。万岁，你劝驸马。哦，你劝皇儿。儿啊，你们少年夫妻正好积极，算不了什么。来来来，点上一个合不利，那就和好了。来来来，献上一个和睦礼吧。他宠坏了，怎么单说是我宠的，难道你就没有宠啊？我还能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？好了好了，由他去。驸马儿啊，国王将士放心往后将这宫门红灯念去了。谢万岁。驸马，你将什么念了？将宫门红灯念去了。还有父王，这宫门红灯可万万免不得。为何免不得？万岁传旨，免了，也就免了。免不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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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不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莫要争吵，父王说免了就免去了。驸马儿啊，父王将旨从今往后将这君臣大礼也免去了。谢万岁。父王，你又将什么免了？将君臣大礼也免去了。父王，这宫门红灯免就免了，这君臣大礼可万万免不得呀。为何免不得？俺还要留着他威风威风你。哦，儿还要留着威风威风。是呀，你要留着吧。哎，万岁既已传旨，免了也就免了。免不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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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不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莫要争吵，不枉说免了就免去了。哼哼，驸马儿啊。哦，不错，你也劝上几句吧。哦，
好了好了，让他们见上一个和睦礼也就可好了。皇儿快快叫声驸马。哦，驸马叫声公主。驸马。公主。还要叫的再软一些。还有幕后叫过了就不要再叫了。哎，不要啰嗦，快快叫来。驸马。公主。驸马请旨，儿在，命你陪公主前往汾阳王府谢罪赔礼。领旨。司徒。母后。送父王母后年。公主，公主啊！公